帅。他知道会起大热，他一想知道大家都知道啦、啊。他一定这是什么？他三兄弟想。他说明天一定又在那边，都在那边。他不是这样讲吗？他说最近说很忙哎、欸，不然。
然后他坐外面空这样子。我刚才想说，到底在哪里？不要。